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在分享到说，和别人在讲话，讲话是一个很好的沟通，沟通方式 ，communication 一种沟通。但是在面对这种沟通的时候，怎么样有沟还要能够通，不要讲了半天，其实越讲越不通。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你有没有听过两个人在一起讲话，但是其实他们是毫无交集的，他说完他说，他说完他说，但是事实上各说各话，是没有没有通。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两个人的这个讨论能够有交集，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不是我其实是要把你压下去的，我是要把你变赢的。而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，其实是不容易有好的交通的。那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的沟通之间能够达到那样的效果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，就是爱啊，有爱是能够彼此接纳。在一个彼此接纳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讨论事情，人的心会把那个心防，那个我对你防，你跟我讲这些事干嘛？你是要证明我是错的吗？你是要把我拉到你那边去？你是要，当人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，其实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他的心根本是关着的，他是对你防卫的，他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攻击他，他不知道你要在他跟你的谈话当中，他会害怕说你是要挑我的毛病吗？你是要把我压下去吗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人的心没有被打开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而什么是打开人心的那把钥匙？就是爱嘛，就是爱。当你让对方知道说我是关心你的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不管说什么，即便也许我的态度有点急，也许我声音有点大，可是你知道我的心，你知道我是真的爱你的。如果你让对方真的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与关怀，他的心会对你渐渐的打开，那样才会有效果。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在讲到说，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如果没有爱，那些命令什么效果也达不到的，什么效果也达不到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而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一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就是我什么都有了却没有爱，我很有口才，我很有能力，我很有恩赐，我很愿意付出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前面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他讲得非常好，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爱。结果呢，鸣的锣响的吧，哐哐哐哐哐，只有声音却没有毫无改变，不会带来影响力。而后面说到与我无益，没有用，没有益处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，不会只是想赢，不会只是想哎，我好像有一本册子，你看我说赢了多少个人。没有爱，那些都是空的。因此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最重要的是爱。